各位涵，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第二日上课会较忝，但是上我的课吼，真足看，有电影通去看，会较袂忝。哈，来，咱的主题是解读、解脱，哈，解读、解读，哈，中文拢共款啦，但你台语念起来就无共款，哈，解读、解脱。啊，因为咱中这中华民国独中68年啊，吼，啊，足深的啦。哦，足深的啊，所以吼、哦，咱上这节课吼，无可能完全解读，但是唯一有解读的方法吼、哦，就是你即摆上课上了，啊，不时就爱接触这个民政府像咱即摆上课这个影片来看，吼、哦，啊，看这个新台湾论，啊，佮一本新的册要出来啊，新迄个台湾战争史啦，回顾，吼、哦，迄本册也要出来啊，啊，来看这個，因为这拢是足宝贵的历史资料啦，吼、哦，咱课程开始来。首先来介绍一个圣经章吼，箴言24篇第5节来讲吼，智慧的人吼，大有能力啊，吼啊有知识的人吼，力上加力啊。智慧的人诶，啥物人？智慧的人就是咱这个林朴书秘书长啦吼，林志祥秘书长，伊啊啥讲有智慧，伊读全世界读战争法，读甲会当甲这战争法组织起来，变作一个咱讲台湾民政府会当去告美国，会当去做遮种的动作吼，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啊。但是呢，敢若靠伊一个人无够，咱大家人嘛拢要变作有知识的人，啊，才会当吼力上加力啊，力上加力。所以你我将来拢毋是读即个国际法、战争法的专家啦，咱拢毋是嘛，吼啊。但是今仔日伊出册互咱读啊。咱来读，吼，咱来读，吼，啊，咱今仔要讲的吼，那我无多讲智慧，因为我讲也无啥物有智慧啦，吼，来，啊，今仔个大部分的讲的就知识，吼，知识，也是讲常识，吼，啊，那中毒上深的拢是咱的常识啦，吼，中毒的上深的就是咱种常识，啊，知识就是咱来去读的啦，吼，啊，当然啦，讲到重点的时阵吼，今仔爱做一下笔记的，吼，那因为咱以后要考试的嘛。来，咱开始解读啊！来，拍破思想的惯性呐、啊！吼、哦，咱常常想代志，拢会安尼想，拢会安尼想，弄一个模式，这你也拍破，咱就会当解读啊！吼、哦，来，咱来看案例一，001 case。所以看发生什么代志，那两个杯啊，病单吼，还有一百度一个碰衣，啊，熊熊这个碰衣变作不是碰衣，啊，咱想讲后边迄个那一个杯啊，佮起来是瓦工，啊，这百度咱想讲盖大片，结果一片啊囝尔。跳出预设的思想框架啦，因为这一开始，可能看到讲，哎，一个碰椅，哦，啊，两个杯啊，啊，有一个球啊，一个百度，咱就讲哦，咱看到这的时阵，咱就已经想去，哦，迄百度就是放后边，就不要做大白的。迄个碰椅就是人坐的碰椅，迄杯啊就是哦，会当可能样停一杯茶的杯啊，啊，唔知影讲吼，也是用人的这个视觉角度吼，甲咱做欺骗的。好、哦，你跳出这个思想的框架，你就会当解读啊。哦，来。爱台湾，这三个出现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像民进党选举场，哈、哦，想到可能爱穿一个台湾的国旗的那个衫裤，有无？哈、哦，来，有无？我买个怎样？恁爸是台湾人，爱台湾，我穿这個、哦，足爽的啊！啊，那爱台湾，敢讲我是台湾人。够一个，更加高级的，做吗？有无？台湾人，哦，穿的足爽的，我就要阮妈妈穿啊，哦，穿的，哦，去选举场足爽的，感情啊。咱时常用感情在爱台湾，但是唔知影讲要用
法理，要用理性来爱台湾。用感情，咱就会去用操控制啊，咱会去用操弄啊，咱会去用控制啊，吼、哦，有无？国外演唱会啦、比赛场啦，你看这边那迄个留学的人咧，看这边这个旗啦，吼，我嘛唔知伊啥物旗啦，吼，用海军旗啊，是讲啥物？什么中华民国旗？看这哦，足感动哦！台湾，这敢是台湾？两岸，你看，两岸两个旗，你想啥？爱河两岸，还是淡水河两岸？你，我敢保证啦！你看两岸，你一定想到中国啦，对不对？中国台湾嘛，你一定想到安尼啦。来，两岸呐，日本、台湾、两岸。像咱较看到两岸，咱就去想到中国，他唔去想到咱甲日本的关系。啊，无较远的美国嘛会使啊。你太想到两岸，你就要管有遐侪国家通去选，你太唔去选较好个，还要选一个俄罗斯个，吼、哦。因要一条 K 叫做俄罗斯个 K 嘛，吼、哦。乌鲁木齐河哈，来内地，像内地个想到啥？有无？个中国，有无？啊，中东个亲美讲大陆。有无？大陆，啥物叫大陆？非洲大陆啊，大陆啦；美洲大陆啊，大陆啦；澳洲大陆啊，大陆啦；欧洲大陆啊，大陆啊；亚洲大陆嘛是大陆啊。将来无一个所在叫做中国大陆啊。安尼有套起来未？内地啦，咱日本时代吼，都因着叫做内地啦，哦，啊，咱叫做本岛人啊。啊，其他叫做外国人啊，内地较早都有出现啊，即、這个用词啦，哦，即、這个用词较早都出现过啊。来，有无？本岛人啊，台湾啊，咱是本岛人。哎，内地就是咧指日本祖国，迄叫做内地，吼、哦，本国啊，日本国安尼啊。来，想到祖国，想到啥？中国嘛。哦，你也想到中国嘛？哦，啊，就想讲，哎，咱祖先位也来啦。有无？你若安尼想嘛，咱拢用红加加安尼想啊啦。我劝告大家啦，祖国就是恁阿祖的国嘛，是不是？好，啊有人讲无，阮阿祖来已经十七代啊，我一个长一个，比如你有无讲十七岁啊？有无？我劝告大家啦，我管伊几岁，阮家的十铺下来开基祖已经七代啊嘛。我根本就唔捌伊啥物人啊！我姓潘啊，吼、哦，我开基祖叫潘廷虾，听起来做中国名，对不对？哦，啊，即马我请教大家，人一生短短啊，无偌久嘛，你上侪万年你阿祖尔啦，对不对？太早去你无可能认捌伊啊嘛，你看袂到嘛。祖国，咱的阿祖有国的，有国籍的迄个时代，啊，就日本时代啦。这叫做祖国啦，我的阿祖啊，啊恁的阿祖，啊是讲恁的阿公安尼啦，这叫祖国啦。简单来讲的安尼，啊你讲搁过嘞，搁过敢有主权的国家？迄敢是主权的国家？搁过迄敢是一个国家，还是殖民地？新台湾人拢会甲你讲这啊，阿祖会讲嘛？祖国就是阿祖会讲嘛？祖国啊，祖国的时代，咱大日本帝国都已经归为这个。那个铁轨路，吼、哦，规个伊个版图内底拢规划铁轨路的建设啊。迄时阵就有安尼，咱茫想讲中华民国来讲，哦，全岛迄、那个铁路打通啥物货，迄种是建立伫即个基础顶面的啦，吼、哦。来，咱的祖公为中国来吼，咱祖先为中国来，咱假设啦，即、這个命题是正确啦，吼、哦，有登山公，无登山马。咱常常听啊，即句话嘛，是不是？哦，咱用逻辑来验证哦，来哈。第一代哦，登山公、登山妈生的第一代，那是查甫的，伊有2/2的登山公的血统嘛，是不是？啊，无登山妈就是平埔妈嘛，啊是讲咱讲高山妈嘛，哦，啊所以就台湾2/2的血统嘛。啊，生下来的第一代，因为无登山嘛，生下来的第一代一定还搁娶嘛，搁娶嘛，啊娶来搁生下来就四分之一嘛，对不对？伊就愈来愈少嘛。
啊，你四分之个，四分之你都有四分之三的台湾的血统啊，本土台湾人血统嘛。啊，你一直甲生落，到第四代你就剩十六分之一。啊，你有台湾的血统是十六分之十五。啊，你有啥物理由去认同一个十六分之一的祖国？你太唔认同你十六分之十五？会当啥物？会迄个病魔吗？啊！啥咱认同祖国的时阵是认同老爸迄边啊，友好阿公、祖公啊，煞袂记你阿妈、祖妈，为虾米安尼？你的血统只较侪呢，但是你却认同迄个较少的十六分之一的，应用十六分之一啊，就要甲你通知啊。所以结论就是啥？结论是台湾人吼。诶，认同错误啦，咱计是咱对中国遐来的，啊，中国遐来的 DNA 啦，吼，咱讲即马讲 DNA 科学啦，遐尼啊少，啊，你内底的 DNA 本土的遐尼啊多，啊，你的认同煞是认同伫少的，你敢是真正的认同？一中，咱想到一中，想到啥？中国嘛，对不对？吼，讲到一中，想到台湾的亚洲。我跟你讲啊，其实恁内底吼有一个 image， 有一个印象是想到台湾啦。我跟你讲，我讲了一中，我想到啥，你敢知？来，一中奇迹香鸡排。我一摆去买鸡排啊，问头家讲，啊恁太，恁太叫一中啊？哦，咱做民工啊，恁太叫一中，太唔叫一台？伊讲，啊，阮在台中一中遐发起的。好，鸡排，好来。台湾民政府，你来在上课了，你头壳爱清楚，就是讲你要去承认支持一中的政策。一中的政策，有认同爱支持一中的政策，请举手。好，放下，啊，大家拢爱举。无认同的，请举手。不要紧啊，印唔对，不要紧啊。好，迄个，有个人都无举咧，奇怪。比如讲，啊，可能阮家有一半的人爱举，一半的人无爱举啦，哈。一中的政策来。同一律哈，逻辑上的同一律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因两个是对等的啊。所以其实因的名不管中加偌长啦，加一支减一支拢不要紧啦，因的名拢叫做中国啦，即种叫中国啦，不一定共产党啦，不一定共产，因嘛是国民党啊嘛，亲民党拢是啊。不一定是共产党啦，吼、哦！来，所以你内底头壳内底有一条筋吼，迄、哦、有白条的啊，这毒筋迄有白条，你着切落断啦。中华民国唔是台湾啦，只是咱去用控制条的啊。咱迄有这个国家，这个像个国家的体制白条的啊。所以变啊，讲着讲，顶边迄个无一摆用台湾的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吼、哦，还是讲要加入啥物？WTO、WHO 拢好啊，我一个中国人讲，你们早就给拒绝了。我听了哦，做改革了呀。哎，拒绝什么人？伊是拒绝中华民国啦。啊，咱拢改白社会啊。哦，咱拢改白社会啊。你得刚刚讲哦，好康诶，拢赢；歹康诶，拢烂。好康诶，拢中华民国；歹康诶，拢台湾。我等下证据给你看啊。所以一中的定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全世界拢讲中国就是这个国家，无中华民国啊，无这个物件。中华民国是这个国民党来甲你骗的，讲哦，咱只台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台风金马，哎，拢是咧甲你骗的啦。所以台湾人卖去甲人抢，讲要做中国人啦。你的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吼，迄等于台湾迄条筋也切断，不等于台湾，你就袂去甲人做中国人了嘛？哦，你就袂去甲人做中国人。来，所以。承认一中，咱的感觉担忧啦。你讲，哎，咱会去用统一呗？啊，你着解无同款，你才会去用统一。你解无同款的体的团体啊？你唔是中国人，你唔是中华民国的人，你唔是中华民国的流亡，而且难民，你先哪个去用统一？今仔日要甲咱讲这个物件，咱会反而用统一嘛？来，啊，你他都要讲的嘛？承认一中的。的时候，我们会疑虑，我们哈，我们会被统一啊！啊，请问你，我们是啥物？你我们是啥物人啊？
因为我们那是台湾人，咱袂去哦，中华民中国统一啦。哦，那呢，我们呐，甲这个中华民国白纸会，咱得去用统一。那伊啊，白纸会讲啊好，我得领。咱有看了迄个身份证嘛？吼，大家拢有领嘛？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这个外劳吼，越劳、泰劳、菲律宾拢好啦吼。因来当作想要甲台湾人结婚，啊，摕身份证是安怎？一张身份证是有较好呀。大家有想过是安怎？一张身份证也当长期居留啦。也唔管你啥物，哪个列个拢袂去投票啦，我就来只投你个票冲啊！伊要长期拘留啦，是安怎要长期拘留？因为伊若无长期拘留吼，伊无偌久伊得爱钱，就是爱倒转去嘛。做无偌无几当伊得爱转去嘛，啊换一个名过来嘛，吼啊袂就无法度趁钱啊。啊伊若样长期拘留，啊我甲你结婚啦，啊会当客掉个时阵好，啊来离婚，拢来一步啦，吼。好来，所以。蔡英文讲哦，选举前啊，哦，中华民国等于流亡政府啦。啊，特别接近选举的时阵，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啦。啊，所以呢，统一率讲起来，流亡政府等于台湾呢，敢是？安尼开始通啊未？哦，开始通啊未？就统一率啦。所以流亡政府等于台湾，啊，台湾跟流亡政府什么关系？台湾本来就在这里呀。啊，流亡的是你离开你的土地。哦，你失去你的土地，你离开你的土地，啊，寄居在一个城市，所以它也叫做 Chinese Taipei， 以前不叫 Chinese Taiwan， 而是 Chinese Taipong 金马，安尼有开始解读开啊，好、哦，这观念足重要啦。来，中华民国不存在啊，这是拢甲人骗啦。我之前有影片，我想放影片的时间会较久啦。蒋介石伊家己就讲。已经跟亡国了啦，啊，不过伊爱骗啊，对，先爱骗，第一骗人家己的人，我们要反攻大陆，有一天我们要回去；第二骗台湾人，我们要反攻大陆。这个骗局，在郑成功的时代嘛出现哦，有无？郑成功的时代来台湾的时代，请问那是什么时代？是清朝还是明朝？清朝啦，伊就是流亡嘛，伊明朝的流亡政府嘛，伊讲我们是正统。啊、我们反清复明，有无？啊，即马就该就来啊！伊讲我们是正统的中国人，我们反攻大陆。伊骗咱的迄代的祖先骗过一摆，啊，即代诶，咱的祖先阁防骗一摆，骗六十八年，骗到今仔日，慢慢啊，咱爱醒。所以中华民国是用来骗台湾人诶，伊出嚟都唔敢讲伊中华民国，哦，他都爱迄个。江苏嘛讲啊，讲中华民国伫外口是行袂通的啊，所以台澎不等于金马哦，这两个领土的归属是无同款的哦。啊，你望台澎金马拢南做伙哦，哦，所以媒体吼、哦、告诉我们的中华民国与台湾吼、哦，你看媒体的时阵要注意，媒体咧甲你讲中华民国甲台湾的时阵哦，有时也是无同款的。但是伊要难哦，你同款，互你感觉起来同款，好、哦，来看案例二。这个影片主要要给大家看，你看影片、看电影、看新闻的消息的时阵，看报纸，你还知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Oh my god! That sucks. I'm sorry. You just ruined all of my stuff. 伊讲吼，伊架车倒伫伊电脑顶挂。Of my computer. You know what? Just get away from me. Oh, he's getting hot. Just get away from me. Get out of my way. Oh my god.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这是伫纽约的一个咖啡厅做的一个实验嘛。这真的假的？假的齁，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举手。好，真的举手。好，一部分。好，来，我跟大家说，表象的背后有真相。你在说假是因为你看到他在做机关，好，但是你如果在现场的人，你有看到你的表情吗？你会当作真的呢？啊，这到底真的假？我再问一次哦，来哦，那个人会浮起来是真的假？假的请举手。好，我跟你说真的，你来分析，爱改分出去，爱改切割出去。你甲看下，像说，谁那是真的？你去嘛吊起来啊，我去嘛吊起来啊，有无？迄人破开是拢，迄是因为迄个机器，唔是迄、那个迄、那个女主角，伊有啥物超能力？安尼听有吧？好，迄、那个。人的铺开是真的，是因为有迄个机器，迄、那个车会落来，唔是迄个女主角在啊叽个作大声，唔是，是因为伊后壁有机关，迄刀会落来嘛是同款，迄、那个刀啊，迄、那个刀啊会走去是因为有一个遥控器，哦，啥物人去操作拢会走去嘛，只是伊爱做一个表演一个动作，讲哦安尼亲像有迄个气力甲杀出去，对啊。武侠片大家最爱看嘛，啊，大家拢知影假嘛，哦，啊，这个大家讲，我头头第一摆问啊，假，对啦，规个剧是假啦，但是有真的，我讲迄个真的吼，就是讲迄、那个机关是真的，迄、那个现象嘛是真的，但是迄个现象甲迄个人的能力袂当甲连接起来，所以当恁一看到，哎呀，假啊，因为我知影你后壁咧做机关啊，是因为你用感情来看电影。但是你若做理性，你甲分析的时阵，你会知道哦，一部分是假的，啊一部分是真的，因为迄个女主角无影遐尼有能力啦。啊，你了解吼？但是用理性你看电影就无聊啊。哦，但是你看媒体爱用这种分析的角度，爱甲切割开。哦，爱知影讲，哎，今摆报迄个动，报迄个新闻到底是啥物意思？后壁有啥物动作？哦，来，好康的甲水尾，我今摆主题好康的甲水尾啊。好康的拢中华民国啊，水尾拢台湾了。来，好康的中华民国，来，你看，中华民国驻瓜地马拉灾后重建，有无好康的啊？哦，中华民国做侪钱诶，拢去帮助人家灾后重建呢。姜奎说圣国啦，这个圣国就是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第一摆听到请举手，我嘛第一摆听到。无看新闻，我唔知讲有一个叫做圣国，叫做圣什么国。那恁迄中华民国就我邦交国吼，你可能连迄个一个新德市大拢无迄款吼。哎，来，有无？是坚定的友邦，伊就写中华民国是真理，就是讲台湾吼。来，中华民国持续哦，慈航援飞最近嘛，哦，红台嘛。太元辉拢中华民国啊！啊，菲律宾拍死的拢台湾人，唔是中华民国人。
大家有个发觉，迄媒体用词用语无同款了无？好、哦，好康诶，来，好康诶哦，来，即偏偏甘比亚最近呐、啊，哈、哦，偏偏甘比亚讲过去18年是中华民国可靠的伙伴，偏偏这事件啊哪啊哪迄个断交变台湾，你看下着鬼啊！衰尾的台湾呐、啊，有无？来，台干闪电断交，唔是台干啊，是台干闪电断交，断交的台湾呐、啊。好啊，18年合作坚定的伙伴是中华民国，有无？甘比亚与台湾断交，演中央社的呢，他都爱玩中央社呀。像那因的用词啥呢？这部分要利用你的感情啊！哇，你来支持我，你看人断交哦，咱足可怜，咱伫外国足可怜，足可怜是因兜的代志啦，因中华民国足可怜啦。啊，其实咱唔是干可怜俩，咱个做悲哀，咱活伫种电影内底，咱拢唔知。来，国际认证《经济学人》讲，台湾是东亚贪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啊，他唔是中华民国是。东亚贪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卖拢台湾呐！安尼看有无？吼、哦，新闻都拢拢安尼个，你不知不觉都安尼个你洗脑啊！安尼个你讲啊，你故意的知哦？对对对，哇！啊，咱拢断交，拢卖的贪污，拢烂呐！哦，来菲律宾吃定台湾有无？迄、那个帕西人迄个事件，来，请注意，媒体正在消融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认知差异。伊互你感觉拢共款，其实大部分人拢认为拢共款啊。但是你注意，他拄啊迄个影片在甲你讲，你要甲切割开，你要甲分析，啥物是真诶，啥物是假，啥物是中华民国，啥物是台湾。今仔日就民政府一群人，伫遮甲大家讲课，啊，各王讲诈骗集团，啊，像咧笑诶安尼。今仔日咧甲咱教诶，就是即个物件。咱个解读解学开，你得要看新闻啊。好，消融，他都我讲哦，因开始咧媒体伊嘛咧注意咱的这个，咱的演讲哦，注意咱的消息咯，所以因开始吼，会参参做伙，有的今天有的假，有的今天有一假来，有的人因为我就开始写，中时嘛哈，中时嘛，那个通派嘛哈，中时，甘比亚断交的对象不是台湾哦，伊就来写了。伊甘比亚只是换一个政府安尼尔，换一个一个建交的政府尔。哦，因开始南嘛，南互你，敢若拢共款哦，知无？台美关系，啊，毋过伊佫甲伊打一张图，中华民国，好无？伊讲我，毋是中华民国，嘛毋是台湾哦，是我成为美免签候选国。所以讲起来，你也听到讲，我国国军，你拢会听到这种，一开始在消融这两个概念，所以你看媒体要注意啊。所以台美关系，伊台美讲中美关系，中华民国诶中美关系较对啊。现在不是，现在是台美关系。来，再看这个，好，来，接着正港消融中华民国与台湾这个名词差异性的新闻。菲律宾公布援助国台湾与欧盟并列，哦，而且讲，哎，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内底，哦，有一个所在，哦，你看，这个国家，这拢是欧洲的国家，哦，啊，台湾，哦，列入21国名单，哦，啊，你看，中华民国捐20万美元。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呀，哦，一些新闻呢，哎，讲可能健康，阿个香港个造起中华民国进入台湾都是，啊，在井上哎，刚中华民国哎，伊就敢绑架嘛，敢绑掉，要树立会起来，啊，去关了，把人讲移关的啦。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所以这条神经线个切落断，独根的神经线个切落断，你哪拢敢款，你得去要绑去，好。
卖参加选举啦，哦，真卖参加选举对一挂人来讲是真痛苦的，啊、哦，来，日本摔跤，选举即卖选举场，就是一个办摔跤比赛的主办人办一个选举场，就是摔跤场，啊，即拿赢的，即立赢的，啊，咱就去甲支持。啊，摕咱的钱去甲支持，买一张票5000块、3000块去甲看，看下足激烈嘞。哦，即、這个哪样的拍赢，另样的哦，另样的足艰苦，啊哪样足痛，哦啊变过来，哇另样足痛，哪样的啊足艰苦安尼，啊得啊抗议抗议，哦选举就是这啦，迄就是选举啦。所以你爱选举，摔跤比赛拍了，啥物人去食鱼食肉？大家定的。梁鸿明嘛，因苏德汉嘛是好朋友嘛，吼、哦，后来摔过来，来我这个搁大家问，大家问啊，看清楚啊，摔跤吼、哦、是拍真个拍假？啊，拍假假手来，好啊啊可能啊拍真个拍真个假手，好后来，好，啊你讲拍假？表演哈啊，咱在座去你可以拍一个，会死未？会哦，算蛮会死。伊敢会甲你表演？人伊个练过呢，伊安尼拍哇足大声，有一个效效果，迄真个啦。我讲个真个是伊真正甲拍落啦。但是咱有小拍过人吼，你知影？咱小拍过人是要互对方死个。啊，但是伊个摔跤选手毋是要互对方死，伊是要表演，所以伊也真啦。伊拍是拍真个啦，啊假是伊拍无死啦，所以咱会感觉是假啦。吼、哦，摔跤即、這个。这个运动，你也分析讲，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咱用无同款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代志，所以你就会当解读啊，哈、哦。统一是一个真议题，伊真正是要统一哦，真的议题，伊是咧进行当中哦。来，统一就是两个分离的政府合并啊，所以东德跟西德统一，安尼概念无问题吧？哈、哦，啊，台湾跟中国统一，台湾跟中国统一，台湾没有一个什么。政府啊，没有台湾政府啊，目前有的政府是台湾民政府啊。哦，来，啊，你就去问嘛，他住这个嘛，你就去问。哦，你问通牌的人啊，中华民国敢是等于台湾啊？你统一，你中华民国跟你去跟你统一就好了。所以埃克华签了，你就跟你等于统一，是您跟你去统一。我们台湾人本来就住在这的。本土台湾人就是本来出世伫遮，活伫遮，阮有一个祖国，他拄仔甲你讲诶，咱有一个祖国，咱阿祖因个国，阿祖因都国籍啊，那国籍因来拢甲取消掉伊诶，咱也无移民啊，是毋是？啊，现在咱国籍取消掉伊，来，独立是假议题啦，独立诶前提就是你要脱离母国啦，你去问独派人哦、喔，讲你诶母国伫倒位啦，你的母国在哪里啦？你敢问嘛？你问过中华民国，敢是？中国敢是？啊，无伊是啥物母国？啊，没有母国，他怎么独立？你得从一个母国脱离，迄、那个这個、迄、那个这个独立啊，哦 ，dependent 啊，迄、那个这独立啊。所以哪个你拢赶快拢甲你骗啦？现在我讲的骗吼，毋是真正，毋是说谎啦，伊是伊种骗是讲吼，其实他没有方向啦，他没有，伊毋是真正要甲台湾带去倒位啊，无啦，伊就继续伫选举场啊，继续，嘿。嘿，阿你伫徛伫迄个位，哦，阿、啊、你，恁有些啥物关系啊，啥物好啊，来甲你帮忙一下吼，关说就啊，就是安尼尔，未阁进步啊。咱台湾永远停留伫即马上艰艰苦的连角个中间啊。来，第八届立委，安尼啦，吼、哦，大概三分之二吧，吼、哦。啊，台湾要出来倒位，唔知啊。来，第六届，你个足悬的哦，敢唔独立啊？嘛无独立啊！啊，比如做总统啊，敢有独立？嘛无啊！我嘛，其实我嘛做其他徛起咧，迄、那个520演讲讲，我们台湾独立了，我嘛做希望啊。但是伊讲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啥无法度？国际法钳制住啦。因为你伫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底吼，你就是流氓政府，你要独啥物立啦？吼、哦，来，莫去参加选举的疑虑啦。但你今仔规划旁旁去嘛，是毋是？啊，伊，咱即马已经规划旁旁去啊。有无？这点规划方方去啊！因安怎投票，你安怎投都安怎举手都输啊！要法案要安怎通过拢输啊！
咱若无去注意，去做一犯案，偷偷啊伫背后一直咧通过，其他毋知啦。你讲你个较侪识，伊敢有咧监督？拢无能力啦，无心要做啦。来，毋免参加抗议活动啦。即安尼25万人啊，即摆咧无啊啦，一天游行嘉年华结束。嘿，啊来228牵手赴台湾，有去看那个手？我嘛去看啦，呵，看了足爽诶，无效，要赴上面台湾。来，所以即摆哦，哪会制造压力啦？你个释放压力啦，一直以来拢是安尼啦，吼。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我已经甲大家七三拜啊，讲七袂断吼，我有法度啊咧吼。来，媒体的迷障，来看案例三。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注意看，伊这是一个魔术啦，但是重点是要爱你看魔术，你注意看。伊要把这个扑克牌伊后边的色吼，全部变作另外一色。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看到这有看发觉声音无同款了无？感觉怪怪无？敢有？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伊用另外一支点样机，同款即个魔术吼，翕予你看，你会知发生啥物代志啊？哈，伊讲伊这毋是干那咧讲一个迄个扑克牌色咧变换俩，伊有四个所在已经换过色啊，你拢毋知影？伊咧看即个魔术时，伊有四个所在换过色，你拢毋知影？好，这四个地方啊。啊，一开始安尼嘛，大家拢无发现嘛吼。啊，你伊讲你有发现几个吼？啊，用较快的角度看。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你看伊即卖镜头是伫扑克牌顶管，哎，后边迄边咧换衫，所以你看袂着伊啊换衫。但是镜头换过来时，你袂记你已经换衫。啊，这魔术大概嘛要变，哦，伊个规副换过就好啊。哦，啊，倒金换有无？你要注意哦，你头拄仔看拢是头前迄人的镜头哦。哦，啊，袂见我啊。好。哦，伊讲这些魔术是叫神奇的，诶，变换颜色的魔术。咱的媒体互你看的，就是第一支镜头。这个社会，这个台湾，即马国际发生啥物代志？后壁咧发生啥物代志？伊咧做啥物交易？签啥物合约？伊拢未甲你讲。伊咧换啥物物件？伊拢未甲你讲。咱永远看到的拢是第一支镜头，吼、哦。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媒体互你的焦点，伊要转移其他的焦点。你应该爱去关心的，甲台湾有关系国际事务，你关心袂到，你看袂到。要来看啊！你看一件一件迄个代志啊，油啦，哦，毒淀粉啊，什么胖达人啊，什么香精，什么牛奶啊，都开始连刷咧报这个物件。哦，你看哇，你啊，什么货袂当食，什么货，大家在讨论这個，但是更加严重的代志可能在发生。
还是咱去用出卖什么物件，咱唔知，还是讲咱什么，咱什么管理，什么迄个国际的这个消息，咱拢唔知。媒体就是咧，互你看第一支镜头的物件，吼，安尼你看清楚了未？所以你看，足侪人，我知影，真正足侪人，迄个蔡英文选了，无想要看新闻啊，伊都无望啊，台湾人无救啊。哦，三好加一好啊，就是安尼啊，无救啊。但是，咱还阁倒来看新闻，新闻后壁足侪物件会当解读的。好、哦，那咱们来教这个新台湾论啊，大家有买牙签？好、哦、好，迄、那个接机买，有买哈、哦，啊无买赶紧买。好、哦，我来教，我来来迄个分享大家哈，变当读新台湾论啊。来，新台湾论较属于这个知识知识的这个部分啦，哈、哦。要用一寡简单的逻辑，我头段嘛讲过，统一率啦，迄种什么迄个一寡简单的命题逻辑啦，哈。但民间会真的假的？基本上你也来遮，你一部分诶，你已经相信是真的啦。啊，无必要去来遮讲，哎、欸，这种假，你看，哦，遮个人拢假，啊，什么，哦，你看拢咧甲你骗啊，什么货？我甲你讲，恁今仔去上课，哦，所纳的遐钱，含我当初是上课纳的钱拢共款啦。啊，自去年十一月甲进，我留遐钱上两摆课，安尼尔，嘛无民政府嘛无甲我募啥物款啦，吼，无啊无甲我加啥物收啥物钱，唯一加出来的钱就是来借车，就是坐火车来安尼尔，吼，啊哥你开钱去买新台湾论安尼尔，吼，伊袂甲你骗啥物钱啦，来，你若去网络你啊搜寻这个吼 ，CVO government 民政府的出现做者民政府哦，这历史定的啊拢甲美国有关系哦。足侪甲民国有关系，民政府，所以你去看新台湾论内底，伊就咧甲你有足侪资料咧甲你讲，民政府是啥物事，啥物叫民政府？哦，啊，咱是因为啥物国际法来成立的？来，自由时报有报啦哈，台湾定位官司将上诉美国最高法院啊，林志升控美案，最高法院哈，法咱一个个所那边就是地方法院，哈，啊个各定诶。好啊，最高诶，安尼一站一站起嚟嘛，吼！啊，你若第一顶都无效啊，敢有法度起嚟？你若拍回就无法度起嚟啊。所以第一顶若判官 A 你会站起嚟，表示讲你也是有效诶啊，吼！啊，判官书啊，这判官书咱迄、那个咱咧台湾咱头前遐咧卖原文诶，吼！啊，这我是网络吹，我嘛想讲，诶、欸，可能甲我骗诶哦，甲你编诶，我来网络吹，诶、欸，吹有呢，吼！伊在伫即个美国诶即、這个。哦，上诉法院的哥伦比亚特区这个网站内底，你得找得到，你赶快网址你得找得到。哦，来安怎阅读哈、哦？你需要准备一挂工具，就是爱买这本。哈、哦，今仔这不是工商服务啦，这是咱知识啦。哈、哦，啊这走未去，有读就有，啊无读就无，安尼尔走未去。啊，过来，你准备电脑。啊、哦，你若真正电脑。学习真有困难，你就买这种平板，哎，点点的，啊，请朋友，请建议是谁，给你设定讲，点开就是台湾民政府安尼，就看会到安尼上紧，吼，拢免去学啥，你就一台，吼，三五千啊买嘞，啊你啊较厉害，你也去买升级的大只安尼，来，你可能需要的能力就是中文啊，吼，啊英文、日文，啊有英文较好，因为足侪国际条约是英文的，吼，啊我英文嘛改航班。哦，来看有 A B C D 26个安尼，啊几页啊？啊你爱我电脑较厉害，所以我用电脑去帮我翻。哈、哦，啊日文我完全袂晓，不过即马开始咧学迄个 I U V O 啊。哈、哦，你可能需要有别环境去参加各州的读册会，啊找几个同心大家讨论。好、哦，咱的主题咧来讨论讲，哎、欸，新台湾论咧讲啥？因为后来以后要考试嘛，来主要新台湾论咧讲国际战争法啦。吼、哦，十九世纪的拿破仑吼，迄、哦、时阵伊甲所有欧洲的列强哦，拢加入去啊，伊一个拿破仑的战争嘛，啊拢加入去啊，啊拍了就签这个巴黎合约啊，1815年，但是伊进前一当1814年有签一个，啊对，后来呢，伊迄、那个撕破脸，伊毁约啊，所以搁来搁签一摆，吼、哦，啊伊才甲这个国家所签的就对了，好、哦，那所以
拿破仑时代以前就是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大概解释一下。这个电联车大概知啦哈，有一个阿伯啊，你也想哦，你也想象哦，这个人想象力哦，这台车哦坐满人啦，啊，这个阿伯啊坐伫这个博爱座驾啦，哈，啊坐满人，有的人用开，有少年用开，这阿伯啊想讲爬起来，走去便所，放一个尿的回来，一个少年坐伊的顶，伊的位顶管啦，伊个少年讲，哎，这位是我的呢。先占先赢，安了解吼？这位是我的呢，这个台湾是我的呢，自古以来就是我的呢。中国人伊阁停留伫先占先赢迄个时代，吼、哦，拿破仑时代之后就无先占先赢迄个观念啊、哦。吼、哦，除非无人岛，啊无你若有主权的国家，迄无可能互你先占先赢，吼、哦。啊，战争法是啥物会？海牙第四公约啥物会？啥物即有大概吼、哦、三条四条安尼啦吼、哦，这拢是啦吼，甲、哦、战争有关系。战争法伊是一个体系啦，伊毋是啊第一条三一号册叫做战争法啊，第一条三第一章三第一节三，毋是咧讲这是足济个甲战争有关的法律组合起来啦。吼、哦，战争法是一个概念啦。哦，国际的概念对不对？国际化的概念，哦，就我跟你讲啊，讲什么陆军总署有关的战争法汇编，哎、啊，进来都有写足侪。你第一讲征服的时阵，你该当叫伊做你的什么会？该当列台伊哦。最近美军无伫迄个伊拉克啊虐待迄个战俘，啊人甲抱出来，迄袂使，迄违反战争法的。我较早也想讲战争头什么法的当违法的，啊原来人国际。你的中国已经有这种观念在的，有这种观念在里面，然后他这个是列强国际都在遵守的，咱无红教，所以咱唔知咩人遵守啦。为对开始读来为家，咱的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哈，这边有一个国际条约，这边咱今仔去等于哈，到参加科技观够两礼拜，啊，咱开一点时间先搞这个，哈，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些条约看过几次啦。熟悉啦，啊，嘛，我想即摆大家头壳记忆啊，无介好啊吼，无可能叫你背落来啦吼。啊，当然你有法度讲来考试的时阵，甲秘书就讲我可以默写，吼、哦，安尼嘛是介厉害啦。好、哦，来，接着国际条约，即拢甲看下啦。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即甲咱台湾都有关系啊。马关条约啦，主要是这两条啊。条约吼，伊是最高的那个法律位阶啊，吼、哦，以最高的法律位阶啊。法律的基本两观念吼，台湾民政府咧讲法律基本观念大概有两个概念啦，两个基础概念啊。第一个占领不得遗产主权啦、啊，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啦、啊。来，这有牵涉到两个逻辑概念，叫做全称命题啦、啊，吼、哦，全称命题啦、啊，全称命题安怎解释呢？就是讲这个原则是。普遍的，会当成立的，普遍会当成立的，好、哦，普遍性的描述啦。全称命题内底有全称肯定命题，专称肯定命题，啊、哦，跟全称否定命题。全称肯定命题，天下乌鸦一般飞，就是全称肯定命题。全部的乌鸦拢是乌的嘛，哈、哦，啊刚好看到白色的乌鸦，白色乌鸦敢叫乌鸦？一个叫白鸦，啊、哦，全世界的乌鸦都是黑色，就全称肯定命题啦，全世界普遍通用的原则。但是呢，你看、哦，这乌鸦嘛，哈、哦，我该掠无，我多掠到了哈、哦，应该是迄个九冠鸟啊、哦。来，结果呢，日本呢找到一只白色的，哦，安尼这个全称肯定命题就不能成立了。因为有一只白色的，其实伊叫迄只嘛是乌鸦啦，只是以白子啊，以基因的关系以白子啊，哦啊，所以你也掠到一个，哎、欸，唔是安尼哦，这个全称肯定命题它就不存在了。来，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吗？敢是？唔是啊，啥物人上爱台湾？中国人上爱台湾呐、啊，哦，对不对？大家拢讲迄是伊的嘛，台湾是伊的嘛，哦。啊，那安尼可以成立啊？我是给一个人讲，林志玲喜欢不？敢会使？巩固的你也敢会使安尼？
你要合法的关系嘛？我今天你若甲伊结婚，安尼就合法关系。我得咱讲，林志玲喜欢无？但是我无合法关系，我刺工刺激去人讲，啥物人要甲你休？来爱台湾啊！伊嘛讲伊爱台湾呢，而且伊阁是新台湾人，有爱台湾无？这姓马呀，我甲大家报告啦，百五年前有两个姓马，伊嘛做爱台湾。伊中国来的，伊讲伊爱台湾，你认为伊台湾人的牙手无嘛？来，马加国医师，英国长老教会，伊是苏格兰人哦。啊，这时间出世的，伊来台湾，为着台湾奉献，伊的青春就伫遮。第二个，马街，大家熟嘛？哦，伊来搬出去的啊，啊，建设做侪，佮娶台湾某，啊，佮死伫台湾，葬伫台湾。你认为伊是台湾人的牙手？好，我就讲这感情啦。咱认同伊是台湾人啦，因为伊唔是台湾人嘛，伊的 DNA 唔是嘛。但是伊来遮奉献伊的青春，伊一世人活伫遮，娶某、生囝拢伫遮，啊死伫遮，待伫遮。咱的感情认同啦，但是伫遮咧甲你讲的是法律，伊唔是台湾人啊，伊干哪台人啊？来。做指标哈，来，英国甲加拿大有啥物关系？敢知？有关系哦，因是同一个国协哦，大英国协哦。啊，你来看国家的体制，因是同一个。来，台湾民政府的本土台湾人，就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啦，台湾本土的人啦，不是徛伫台湾的人啦。哈，迄英语迄个 on。O.N. on 就是徛伫顶管、踮伫顶管的人，好、哦，全称否定命题，人死不能复生啊！来，所以占领不得转移主权，就是全称否定命题啊。古林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哈、哦，来，伊讲主要的占领国是美利坚合众国，哈、哦，美国，安尼有清楚啦哈、哦。来，所以呢，美国和日本和美国占领，战败的时阵和美国占领，美国敢会讲日本是我的一部分？敢会使？袂使啦！那占领就讲你的一部分。来，美国敢会讲日本是我神圣永远不可分割的领土？哦，这就是占领不得转移主权的概念啦。哦，所以你过来看，来八国联军，哪八国大家敢背出来？不要紧啦，我袂记了，迄个和咱无关系啦。吼、哦，来八国：英、俄、澳、法、美、意、日、德。吼、哦，啊，迄个时阵吼，因有做一个相片，讲你看，来这第占这边的英国，哦，美国拢都大枪的无？啊，一直摆哦，印度啥物？印度其实属英国，迄个时阵啦，吼，啊，佮一直摆，哎，日本，啊，只细批啊，哎，亚洲人呢？迄个时阵会当甲中国。强国啊，跟列强一起打战的亚洲人，就是咱日本。我想要讲咱日本，1900年，咱是算日本的一个统治啊嘞，哈、哦。来，伊时阵占领哈，占、哦、领北京、外城啊，加加，哎，占领了也敢来讲，北京是我八国这八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敢会使？占领不就转移主权呢？我讲啊，这我的。会使袂，最后来去签这個啦，辛丑合约啦，去签嘛。大家有想过无？是安怎伊爱签？是安怎战败就爱签？我勒袂瘾签呢，会使袂？是安怎赔偿？啊，是安怎啦？你也甲我讲是安怎啊？因为。大清伊嘛，迄个时阵伊无咧插啥物国际法的啦。但是即个欧美国家，因已经有规矩啊嘛。拿破仑战争已经慢慢啊产生迄个战争法的规矩啊嘛。伊来甲你拍的时阵，伊要逼你签啊，你要遵照国际法啊。所以大清因迄个时阵开始，有人叫人来翻译外国人宣教书来翻译国际法、万国公法。哦，所以万国公法就这个时间，哦。丁伟良哟，嘿，伊翻译大清叫安尼行，
大概啊，唔过以后别人拍牌啦，我懂啦，可能有一摆赢安尼啦。哦，哎、欸，这个是列强，世界各国在遵守的国际公约啦、国际法啦，就是咧，就是咧讲这啊。啊，我头拄仔问的问题就是讲，现在伊爱签啊，就是因为有这个万国公法低咧嘛。啊，签的知影讲以后袂花嘛，这法律的文件以后袂花嘛。哎，中国人伊无咧改信到这哦、喔，因为安尼较早诶代志啊，好无？干会使安尼？这个万国公法对无？同治三年，啊、哦，万国公法啦。来，咱来检验啊，占领不得转移主权哈、啊。美国今年的战争来，啊，这样拍了吼，啊，拢甲讲啊，这拢我一部分美国汹涌逼出遐侪土地来，占领不得转移主权啦、啊。来，占领如果转移主权哦，咱台湾哈。这个全称否定命题哈，那改反过来哦，变成全称肯定命题。告诉公这条原则呢打破了，可以占领若是可以哈，若可以转移主权，会产生了什么谬误呢？来，美国攻打伊拉克，在哈，来，美国占领伊拉克，伊拉克主权转移给美国，伊拉克成为美国的领土，伊拉克的人的国籍依照行政命令变成美国籍，伊拉克全体获得美国护照。你让我们移民，是不是？会使安尼吗？美国雄雄变出哈侪人民出来，结论就是讲，只要发动战争了，战败国就可以集体变成战胜国的国籍啊！敢是安尼？啊，是啊，咱变成今仔日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民，违反战争法。所以你把迄个逻辑你也反过来看。你要改变了，打破那个原则，所以哦，那免移民，联合几个国家来要申请这要取得美国的护照、是美国绿卡，啊，你就该拍，拍了后伊来占领，啊，就变见鬼啊！你遐辛苦的要办什么移民？哦，明仔就甲下战书，流亡就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嘛是同样的原理，全称否定命题。咱来检验哦，来，辽国嘛，流亡政府啦，啊、哦，流亡在法国巴黎，法国流亡在英国伦敦，波兰流亡在英国伦敦，朝鲜流亡在上海，俄罗斯流亡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何来？辽国流亡在法国啊，所以法国造出去啊，啊，从地数高，法国流亡在英国伦敦，啊，叫波兰嘛，迄样拍，叫流亡在伦敦，叫到迄个时阵吼，英国即伦敦雄雄变出三个国家的即城市。所以法国啊，讲这伊个，波兰啊，讲这伊个，英国啊，讲这伊个，请问迄伦敦是啥物人诶？英国个啦，流亡就是寄居在那个城市嘛，这种城市啊，这些后壁种城市啊，啊，寄居在那个城市，你搁敢讲迄你个？人是叫你住啊，吼、哦，你去遮来啊，庙吼你该收留啊，啊，结果你赶，嘿，来。流亡政府，你可以上维基百科去查了哈。一起流亡在对印度的达兰萨拉啦哈。来，达兰萨拉，你讲几波，你拢唔知道哪里对？这几块印度啊，就伫这头啊家了哈。达兰萨拉，哈，来，咱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嘛？那我们把这个全称否定命题反过来看，变成全称肯定命题，我们让它可以合法，我们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荒谬的事情，荒古汉过的代志来。假如达赖宣布西藏流亡政府就是等于达兰萨拉，印度怎讲你起笑哦？是不是？哦，邀请哦，我就想不到了。邀请达兰萨拉的印度人民去选举啊，你来算我印度流亡政府的那个总统，你有跟他做喊的吗？来，流亡政府在印度达兰萨举办公民投票。西藏流亡政府就此宣布独立，名叫达兰萨拉共和国。这个这流亡政府就地合法，哎、啊，变这安呢？结论的是讲，流亡政府到所寄居的城市，如果宣布独立，就可以把那个土地变成他自己的领土。安呢？哎，三先，我们又回到了拿破仑时代以前先占先赢的这个结论。你了解无？咱即卖时代已经进步到
你袂当先讲经营，你袂当就地合法。但是那这个都通的话，安尼你个都得等于啊。较早战争拢白战的，啊签约拢白签的。所以整体结论就是：占领不得转移遗嘱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打破这两条铁律，世界将失控，回到拿破仑时代。所以咱要读新台湾人啊，一个切入点，来特称命题啦，特称们全称命题就是全部拢是，全部拢唔是，安尼啊，估计咧，全部拢是估计变怪咧，安伊就不存在啊，啊全部拢唔是，你估计咧变怪。伊嘛不存在，但是特称命题呢，就是一部分是，一部分唔是。好、哦，有一些乌鸦是黑色，有些不是。好、哦，我查多少古黑雷利的灾嘛？哎、欸，真的有乌鸦不是黑色的呢。好、哦，开罗宣言刚好，查多少迄个江苏有讲嘛？刚好，一部分有好，有一部分无好。好、哦，按咱金台湾人有讲去看。到底对我好，对不好？你讲不清楚，哎，去看，得知啊！啊、哦，来来，参考开罗宣言，参考这个战争回顾史的第四篇、205篇、206篇等等啦。啊、哦，第四篇、205篇、206篇等，来参考新台湾论哈，新台湾论第144页、187页、215页、219页等等。哦，来跟你讲开罗宣言的代志，哦，顶顶就是讲其他所在嘛，我即我甲大家吹出来，和大家较紧直接去看，哦，啊，但你前头嘛是爱看啦，哈、哦，卖断章取义啦。本土台湾人原本有国籍啊，都无去，原本有国籍啊。你爱去看本土台湾人的国籍原本是啥物货？来，台湾的主权是予啥物人拥有？这是一个，我即马咧讲的切入点就是这個，吼、哦，你也去看这何三人拥有，咱主权到底何三人拥有？哦，啊，下关条约，对马关条约，去看内底写啥？啊，看有英文的，你就知影，迄、那个英文的写的吼，足精密的，吼、哦。台湾的主权啥物时阵建构完成？啥物时阵建立的？主权是爱建立的，无建立的吼，你就是殖民地哦，还是无人岛的？哎。咱若是殖民地，即马可能就是红通一去啊！哈、哦、啊！1945年4月7日，行宪纪念日，唔是中华民国宪法哈？哦，唔是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是啥物物件？伊伫无共款的时间点，有无共款的定义？咱即马讲伊流亡政府，哈、哦？中华民国伊是安怎来台湾的？过来，中华民国伊做啥物代志？对台湾人做啥物代志？对国际、对中国做啥物代志？诶，包括一个江苏吼，伊咧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啦。吼，恁咱家去看，这个时间就是台湾沉沦受难日啦。讲咱光复，结果光复较近，咱搁活伫政治联合，光复都去到倒位去。所以政治台湾呢，就亲像一个迷宫咁款啊！你用伫内底走啊，啊，咱走都走袂出去啊！这叫做政治台湾，啊，用感情的啊。68年来，真不容易有人发现国际法啊！伫迷宫内底，用国际法拍开一道门，打开一道门，看到光啊！但是这个人，靠一个人，一力无够。咱做伙来读册，诈骗集团袂叫你来读册啦，哦。咱即马台湾民政府要甲即个台湾的地位的历史地位吼、哦，回到咱的咱民政府要甲台湾地位推回到历史原点，将中华民国赶出去，恢复美国主要占领权国来甲咱占领。咱今仔日来读遮个法律，来读遮个课，就是要帮助大家醒起来，予咱莫去参加选举，莫去投票，予投票都降低，予即个选举失效，伊就失去伊直接执政的正当性啊！
你甲我拢是历史的见证人。时间到啊！你甲我拢是历史的见证人，咱拢伫这历史的点，咱咧杀这个历史的巨轮，吼、哦！本土的台湾人爱醒过来啊，紧去叫人醒啊！咱即摆已经醒过来，紧去叫人醒啊！吼、哦！所以咱来看这个光，咱来想讲，个人也袂醒，辛苦片做一人也袂醒，咱亲像植物人。有的厝人拆开嘛，啊，这个护士就是这个震动啊，啊，你卖拆开啦，你到底吃不是足好？26度恒温，三顿有人饲予你吃，恁厝的人阁会寄钱予我，你卖拆起来。咱四周围环境就是安尼啊，所以大家来上课上了的时阵，回去沉淀一阵啊，啊，网站的迄资料偷偷啊看。看袂晓，不要紧，因为咱拢毋是读这门的，去招人问一挂已经有读较熟的人，啊去解问，啊互相讨论，慢慢啊建立咱这個正确的观念，把咱一挂毒素的物件解提掉，啊像头拄仔讲的一中啊，还是讲两岸迄种观念甲提掉，咱即马民政府必做的这个动作就是安尼，啊赶紧搁招人，招少年仔来。来上课，上课，愈侪人知影愈好，哦，愈侪人知影愈好。所以，愿天父上帝的疼痛，甲圣神的大开力，带领咱台湾人，行出政治联合的痛苦，带咱行一条真、搁新、搁活的道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祷。多谢各位同心，请起立。